您是？我是耿华的母亲，你是周云吧？嗯，是的，伯母。你找他？嗯。他不在。您能告诉我他上哪儿去了吗？刚才来了两个人，要他写交代去了，说你们俩早出晚归，专找僻静的地方密谈，还有联络点和接头暗号。我相信你，你能相信我？我儿子相信你呀。谢谢你，谢谢伯母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他们不能对你怎么样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我连累了耿华，能不能做点补救他的事？用不着，就是没有你的事，他们也会来找麻烦的。请您告诉耿华，我要走了，明天一早就走。他知道你会提前走的。他让我把这幅画送给你，希望你记住，祖国需要现代化，需要他所有的儿女做出应有的贡献。嗯嗯，伯母，请您告诉他，我希望有一天还能回来。
我们在这儿度过一个寒假，该有多好啊！你知道吗？庐山的雪景也很美啊。 再见吧，谢谢您的接待。再见吧，周云小姐。赵科长，您读过苏东坡的《庐山》诗吗？不识庐山真面目。不，应该是南识庐山真面目。哦，云雾太多。再见吧，希望短暂飘来的云雾，不会破坏你对庐山的美好印象。 该死，连你的地址也没问一下，到哪儿去找你呢？我怎么通知你我来了？你有小镜子吗？ 有啊，你真是第一流的光学专家。I love my motherland. I love my motherland.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.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.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。到时候，我们在一起。再见吧，向你妈妈问晚安。明天早上5点钟，我来约你，一起去汉堡口看日出，好吗？ 周科长，到处打听你，没想到你自己跑到山上来了。科学院请来几位美籍中国学者，在庐山讲学，我们清华大学派我来听他们的学术报告。你考上了？考上了建筑研究生。太好了！你知道吗？嗯，周云又到庐山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上山十几天了，到处找你。他住哪儿？老地方。 哎，啊，同志，你找谁呀？找美国回来的周云。你是谁？我是耿华。
看看你的证件。哦，好好好，我在清华大学工作，这是我的工作证，这是我到庐山听学术报告的介绍信，这是公费医疗证。你怎么不把户口簿也带来？哦，朱小姐到人工湖去了。哦，哎，证件。啊，哦。我真想游泳了，现在水太凉，中午最好。你能来吗？行，2点钟我来约你。抽吧，小姐，我已经戒烟了，要不我喉咙里啊早长出个大肿瘤。Mademoiselle, I already quit smoking. Otherwise, in my throat, I would have grown a huge tumor. 你真诚实，诚实的可爱。我真像大傻瓜，还买了英汉大词典带回来送你。不，还是很有用处的。上次提早走了，许多地方都没去，真是遗憾得很。值得高兴的是，那种年代再也不会回来了。这次你能陪我去吗？可以。我想先去香炉峰下的东林寺，听爸爸说东林寺是晋朝慧远创建的，当时寺里不但有许多中国和尚，还有印度和尼泊尔的和尚，他的莲宗教育在日本流传很广，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教派之一。嗯，从古诗上看，许多著名诗人陶渊明、孟浩然、李白、白居易都到过东林寺，写过不少的诗，就不知道现在开放不开放。啊，我问了，已经修复开放了。那好，先去东林寺。嗯，来。学外语倒挺聪明，怎么干这些事儿这么笨？走，嗯，到后面去，喝点聪明泉的水。这里边准有典故。据说当时有一个南昌人，啊，经常到寺里来同慧远谈论佛法教义。慧远和尚虽然学问高超，却常常辩论不过这个南昌人，慧远不由夸赞他的聪明才智，就像这泉里的水一样永流不竭，于是这洪泉水就得名叫聪明泉。哦，那我们喝了这泉水啊，准能得诺贝尔奖金。别光想诺贝尔奖金。你看看下面那首诗：一勺如琼液，将与你圣贤，
一只心不变，还似影滩泉。看见没有，要想知道一个人会不会变心，就看他能不能多喝这儿的泉水。欲知心不变，还似影滩泉。这是什么神呢？爱神。哪有这样的爱神呢？那你说是什么神？哦，这上面写了是护法力士。依我看，这是护爱力士。护爱力士？不是，上面明明写的是护法力士。你呀，冤枉喝了那么多聪明泉水。对我们来说啊，他也许就是护爱力士。哦，你呀，在这儿拍张照好吗？好。Yeah, they're quite bothersome. I have several bites on my arm. 请去参观大殿。That tree is certainly strange the way it's put it. Sure.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。是的，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是什么时候造的？宋代祥符七年，九江十将陆氏三兄弟造起来的，将近1000年了。啊，上帝呀！嗯，当时没有起重设备，这桥怎么造的？而且石块之间连粘合剂也没有，完全是摆积木似的摆上去的，却这样坚固。我们祖先太伟大了。走。哎，走。
孔夫子，你绝不能主动一点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好了，孔夫子，没有人，只有我们。啊，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。你大学也毕业了，回来吧，回来我们一起工作。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？会同意的，妈妈很喜欢你。你这是征求他们的意见了？他们还不知道你又回国了的。啊，那么说我还得回美国去等你的消息了。哦不，哦，爸爸过些时候我到庐山来看望几位美籍中国学者。是吗？是的，他现在在科学院工作。啊，这样，我给写信，叫妈妈和他一起来。哎不，打电报。对，打电报。爸爸，我又找到了耿华，您一定也为我高兴吧。他爸爸妈妈过十来天也要上山来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我和耿华在一起。他爸爸叫耿峰，在科学院工作，啊，过去也是个带兵的将军，当然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，不像您，当了半辈子将军，尽打败仗。我多么希望能尽快地得到他爸爸妈妈的同意啊。每当佳节来到的时候，我深深地怀念亲爱的故乡。是我看见故乡，是我云儿来信了。信上怎么说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上帝，是不是命运在捉弄我呀？哦，是这样。云儿什么小伙子不好爱，偏偏爱上了他的儿子。不是说打倒了四人帮，政策改变了？我看耿峰的儿子找上了我们的女儿，他是绝不会同意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好像很激动。十几年没来了。哎，你说咱们那个宝贝儿子居然爱上了一个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，是不是有点戏剧性？你对这事儿还有顾虑？顾虑？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有点异想天开。看你急的。
周云呢？他说他怕见你。美国长大的姑娘还这么害羞啊？他怕你不喜欢他。这小子搞火力侦察来了。你告诉他，我们相信儿子，儿子喜欢我们也会喜欢的。怎么说了？当然这么说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他说我喜欢你，他和妈妈也喜欢你。哎，上帝啊。你爸爸真好。爸爸还请你去吃晚饭。不，我不去。嗯，你不是早就盼他来了吗？不，我怕他见了我又改变主意了。不会的。可你还没有正式和他谈，懂吗？啊，正式谈就是严肃认真地提出我们的问题。嗯，把我的情况全都告诉他，由他做出严肃认真的回答。是这样。走吧，晚饭的时候劝他多喝点葡萄酒，趁他高兴再提出我们的问题。可他还没有见过你啊。你妈妈见过。百闻不如一见。嗯，那你把这个拿去。好吧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把消息告诉我？嗯，明天早上吧。不行，一夜之间我会变成老太婆的。那么晚上10点吧。不，9点。好，9点钟我来。哎，你爸爸住的地方少说要走半个小时。嗯，还是打电话。好，快去吧。哎，肯华，你说，嗯，你爸爸会同意吗？会同意的，会同意的。他可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，嗯，心肠一定很硬。他在战场上的时候心肠硬，平时的心肠比谁都好。去吧。哎，耿华，啊，8点打电话来好吗？怕来不及呀。啊，好，9点。嗯。上帝，这是周云爸爸。嗯，是不是叫周振武？嗯，让我跟你妈妈单独商量一下好吗？你儿子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呀。就这么困难呢？并不比发起一次冲锋或者攻下一个科学尖端更轻松。
国民党在我的心里已经死了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就是断送在他们手里吗？这些都是政治，我们是军人，只管服从。没有政治头脑的军人顶多是个炮灰。振武，我们一起下山吧。啊，不，我不能让你去。走吧，听我的话，没错。不，你完全中了邪，共产党救不了中国。那好，人各有志，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。耿峰，耿峰，你我一向是好友，你这一走，说不定就要在战场上刀枪相见。这完全是可能的。咱们各自珍重吧。我们就这样分了手，在战场上拼杀了20多年，我身上的这块弹片就是他留给我的纪念。耿华这小子什么姑娘不好找，怎么偏偏找上了他的女儿呢？是啊，几十年的冤家要变成亲家，这可真是少有的事啊。亲爱的，你就不能走快一点吗？妈，让你爸爸再想一想吧。妈，爸爸同意了，他要找你谈一谈。周小姐，您的加急电报。好，谢谢。和耿峰是战场上多年的敌手，他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。接电后速归。我为什么要爱上耿华呢？不着再接你的电话了。我也该走了。
周小姐，这么晚你有什么急事？赵科长，我想明天一早动身回美国去。又遇到什么不满意的事了？不，什么都满意，什么都好。你怎么了？不怎么。我是说，爸爸来了电报，他病了，让我马上回去。真的？那好，明天一早我派车送你下山。我走了，我并不怨你，我只怨我父亲种下的恶果落到我的头上。这一走，也许就是永别了。但你值得安慰的是，在太平洋的彼岸，有一颗心深深地爱着你，永远怀念你，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。我衷心祝你幸福，衷心祝福我可爱的祖国繁荣昌盛，祝福你送给我的话能早日在祖国大地上变成现实。服务员来找我上汽车了，永别了，让我在纸上再吻你一下吧，孔夫子。你要走？是的，我该走了，我该走了。孩子，都是我不好，耽误了耿华给你打电话。是我不好，我爸爸不好。我都听耿华说了，你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，你爸爸身居海外也念念不忘祖国呀。您不用安慰我了，耿伯伯。你现在不应该叫我伯伯了。那我叫您什么？叫爸爸。您说什么？叫爸爸呀。伯母，有些事对于你们年轻人是很容易解决的，可对于我们这些在仇恨中战斗了半辈子的老头来说，就不像念报纸唱歌那么轻松了。我们得想一想，心里头斗争一番。不过我们都是好老头子，我们会想通的。给你爸爸写封信，就说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，需要国家的统一、民族的团结和安定。耿峰欢迎他回来。
灵儿，妈妈。振武，您好。哎呀，耿峰兄，早就盼你们回来了，总算盼到今天了。我们到底又相会了。惭愧，惭愧。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，咱们要向前看，多为祖国出力。